大家好，我是玉松盆景，今天呢来到桂花园，给大家分享一颗精品的老庄桂花。这个品种呢是接子银桂，咱看一下，现在呢都已经接子了，花期已过，现在全部结满了果子，树形还是非常漂亮。咱看一下整体细节，像这棵树，看一下这个骨架是特别苍老，特别通透，很是有年功的一颗老庄接子银桂。先是根盘粗度60公分，桩体粗度20公分，分支点1.5米，总高度2.7米，冠幅达到了3米。像这棵树还是相当漂亮，骨架是特别苍老，看一下枝爪都是弯弯曲曲的，而且都是一干到顶，看一下整体主干弯曲自然，非常漂亮的。看一下像这个桩体，像这个嫁接的地方全部都是已经包合起来，几乎是看不到嫁接口，而且是用流苏嫁接的，流苏嫁接的桂花是非常耐严寒的。看一下这个骨架，还有过渡枝，都是非常粗壮。这个过渡枝都是在8-9公分。看一下这个体过渡枝，弯弯曲曲的，非常漂亮，特别有年功。这颗造型的桂花呢，还是相当霸气。这个要是放在庭院里、工厂，特别的彰显大气。桂花呢，寓意也是非常好，桂花入户，发财致富啊，都是这样的寓意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看一下这根盘，还有整体主干都是非常好看的，而且开花呢也是特别清香的，种上一颗满院飘香，主要是这个冠幅圆整，360度都是可以观赏。看一下这个造型还是非常漂亮的，树冠特别圆整，看一下这面。还是不错，有喜欢这颗精品老庄桂花的朋友，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，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。